我们今天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拔耳毛，然后准备一个耳毛粉啊，一个耳毛粉，去适量的耳毛粉，可以多撒一点的，均匀的涂抹在耳毛上啊，这样会起到干涩的作用啊，你是比较容易去拔的。然后我们呢就是少捏一撮，然后快速的去拔下来。每次都少捏一些，然后快速的去拔。拔的区域呢，大概就耳孔褶皱的皮肤的位置哈。拔到中途，感觉耳毛粉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撒一些哈，如果不够干涩。那拔到一些深处的位置，我们捏不到毛根了，以后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拔耳毛的这个指甲钳啊，然后也是少捏一些，然后快速拔下来。那狗狗的耳道呢是 L 型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拔深一点，是只要不夹到它的肉啊，是不会捅伤它的耳膜的啊。这样这只狗子的耳毛我们就给它拔干净了啊。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在家经常给狗去做的一项护理工作。狗狗的耳毛还是需要经常拔的，不然会堵住，然后发炎之类的啊，隐藏细菌。